小油库玩。你的条件很不错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，恭喜你被我们公司录用了。真的吗？太棒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待遇问题吧。你的理想工资是多少呢？老板，我接个电话呀。啊，接吧接吧。这位人才，如果你留在我们公司，我们愿意给你年薪20万。哪个臭不要脸的竟敢跟我抢人。我出30万。我出40万。我出50万。60万。70万。80万。我出100万。爸爸，任务完成，我先挂了。好嘞。我没听错吧？这糟糕，我说漏嘴了。理想的工资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